要来怕全集啦。今天有稍微加班一点点时间，但没想到倩倩更晚，而且她说她想要跳过热身的时间。是在 Hello。晚生完，你累得像狗，迟到鬼，笑死，快死掉，好累，替我脚抽筋，好痛。逃过热身的女人，但是我今天干连眉毛都没画，被丑八怪就是你，还是一样可爱。